崔永元继晒出一组拍戏合同后，之后又连番更文，将矛头直指范冰冰、冯小刚、刘震云等公众人物，更牵出阴阳合同、偷税漏税等话题。就在大众以为这不过是一桩陈年恩怨的秋后算账时，事态越发不受控制。6月3日，包括央视新闻在内的官方媒体发布消息，称国家税务总局已经责成江苏省地税局依法组织调查该事件，表示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文，将严格依法处理。一时间网上声音四起，舆论持续发酵。对此，范冰冰工作室负责人回应记者称，依法纳税是每位演员应尽的法定义务，本工作室及演员范冰冰女士从未通过阴阳合同的方式进行签约，并已于2018年5月29日通过工作室声明予以明确否认。接下来本工作室及范冰冰女士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依法核查，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公布权威调查结果，以解公众质疑。